有照一照，照啥物件是？嘿啊，我错一个，是内衫叫人个，内衫叫人。嘿，内衫系搞无好啦。哎，迄个人，我啊，较早做歌手的时阵，那歌调吼，因为我们那台南都穿那个礼服的啊，对呀，立点对不对？嘿，后面走一条线，嘿，啊，等下做调，走这个一盘吼，跳，啊，那啊，别只调。该变了。我也有过。要别的时阵，你嘛第一时间要怎么办？第一时间就该合了。对呀。合了，因为它是有印度的一个东西，有印度的印度哦，印度不是印度神油，花呗啦，哎，你个夏天买的，喝点贵的，喝掉的，然后那个碰的呀，啊对啊，碰完你唱歌啊，然后头家的在边啊花花讲，哦，我小姐要拖啦，哎，拖得到地尽量看哦，哎，这个拖得这么加钱的哦，我那边拍摄公姐都公路拍摄，路拍摄对啊，对啊，唔知吼，对啊，主人的喝，然后我嘛要唱歌。穿一半的时阵，那裤子有无？然后勾勾掉了，那规条来好难。真的吗？对，这个有比较夸张一点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好像在里面都还有穿，还有穿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但是如果不穿的话，真的是，哎嘿，太大哦，太对不起大家的眼睛了。不会啦，应该很多人想看。很多人不想看。然后赶场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这个糗事啊。对啊，我想你后边无楼梯，看大家其实后边无空楼梯，一定要走前面。对啊。然后走前面，以前又很流行穿那种恨天高的前高红高跟到马靴，我的热能他们要的咚咚咚咚，然后可以热流回哦，然后前面围了一群人，我咚咚咚，前面看到那个之前要摩西分台，哎哟，今天看到人潮哦，一边都全部散开，啊，没有人接你哦，没有，然后我就坐在我的这里想不要看，我老公我跟这两个不良心，对呀。看人笑了，拢无要共扶起来。对呀、啊。然后他们就给我回答的答案是说，啊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不知道谁要去扶你，那就干脆不要扶。干脆不要扶，因为你看我笑得了，会有什么这个曝光的状态？所以要保大家的福利啦，所以大家统一说好不要扶。对啊，为了大家福利，拢无人要扶。对啊，就搞不要等到我把你背起来的时阵，哎呀，等到我把你背起来的时阵，你老公你怎么了？有没有怎么样？我帮你呼一下哦，趁机吃豆腐，真假戏哦。有啊，对啊，那赶场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有，哎呀，所以我哪一档的话哦，这个时间无赶上，我得等下要讲一下。嘿，刚刚好，别紧啊，你看后边还在讲，后别去赶到这个会当在啦。出现的哦，出现的，我今仔徛这个我都是已经徛起来了。哎呀，直接开始等待来等你啊。哎，好。跟小伙伴标志第一名，谢谢。啊，你都三个人等，也请一个人来。啊，安尼好，都三天呢。一个要行的啦，要放假好好，也年轻无风啦。Oh
谢继续安排苏良丽。